美女演员钟楚曦目前跻身为流量小花的行列，目前片约、综艺、代言都不断，圈粉无数。以《萧穗子》一角出演冯小刚导演《芳华》的她，凭借电影里的精彩演绎，获得第54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的提名。成名后，钟楚曦开始走性感女神的港风路线，她喜欢留着大波浪长发，戴着名贵首饰，露出白皙的香肩和美背，大秀自己曼妙的身材，既风情万种又性感撩人。近日，钟楚曦参星光大赏的红毯造型图释出，魅力十足。照片中，钟楚曦身着黑色露背裙，风情万种，摇曳生姿，绝对性感妖艳。钟楚曦身着黑色露背裙，她抬头直视，很妩媚，俏脸浓妆艳抹的，浓眉大眼，唇红齿白，乌黑的长发飘逸，特意露出自己的事业线，绝对性感妖艳。钟楚曦身着黑色露背裙，她侧身凝视，很妩媚，露出白皙的香肩和小蛮腰，乌黑的长发飘逸，绝对性感妖艳。